好開心又可以再去香港迪士尼樂園玩啊！好期待同你哋見面。不如我哋一齊睇下啲小貼士先啦。为配合全港的抗疫工作，乐园重新开放时会实施一系列新措施，好像人数管制咁，大家要先买好门票，再透过乐园的网页预约到访日子，同时要填好健康申报。仲等咩啊？快啲预约展开奇妙的旅程啦！入场前大家要先经过体温检测站度下体温。相信大家呢排都特别注重健康同安全，为咗令大家玩得开心又放心，乐园已按照法例嘅要求同埋卫生部门嘅指引，采取咗一系列嘅措施，包括加强同加密公众地方嘅清洁。你亦会发现乐园四周围都加多咗酒精搓手液俾大家使用，所有演艺人员同宾客都需要时刻戴上口罩，咁就玩得更加安心。大家要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，见到地上面的这些标示即是提你跟着他们站好，还有这些线啊，尽量贴住来站，同前面同后面那组人隔开点来排队。在游乐设施入面请跟着演艺人员的指示入座，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。游乐设施亦不会坐满的，会隔开座位来坐，大家就松动点啦。我哋时刻保持乐园嘅餐厅安全又卫生，喺新安排下，餐台之间会预留多啲空间，餐厅亦唔会坐满人噶。你亦可以用手机登入乐园嘅 App、网页或者现场扫一扫 QR code， 睇下餐厅有咩嘢食，然后点餐。如果宾客有需要，餐厅可以提供消毒湿纸巾。想买下纪念商品，大家可以使用多种非接触式嘅付款方法。咁就轻松又方便啦！呢段时间迪士尼朋友会以唔同方式同大家见面噶，哇！你睇下，好神奇啊！俾我哋遇到米奇、米妮佢哋几个喺小飞象上面啊，真系好开心啊 ！Hello， 迪士尼朋友，睇完咁多贴士，大家都应该准备就绪啦。希望新嘅措施会令你哋玩得更加开心又安心。总言之，出发前记得买定门票，预约到访日子。量定体温，戴口罩，嚟到乐园要保持社交距离。去乐园网站同 App 了解新措施同游乐体验嘅新消息。预祝大家有一个开心又奇妙嘅旅程，我哋乐园见啦！